我操他妈！今天我开录屏。左左，退队啊！把马特组上。又该玩夜了吧？那个不玩。这么多人啊！他们两个地方都两个点都是满员的，你没法抢。你要说是人少了还、这个、还可以。三的嘞，我看上面。又上的不也是风暴的吗？华丽采集，我就看采集。华丽采集，谁去看一下？我就接个任务，是矿的话留一次。我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OK， 我去接个任务啊。哎，金爵，我上采矿去了。你跑哪边，三娃？你跑上边，跑下边？我跑下面吧。那我跑上边。他们这二十三区的是干啥呀？占位置啊！这俩无敌。哇，这牛逼啊！这你们服的。你现在就是在二三区。啊，我就不说嘛，我就不敢打他们。你们不敢打，我们也不敢打。黄明，我看他是黄明。上面、啊、下面。白明。上方去下面是吧？对，去完去下面。上面没有，哎，直接去下面吧。哎，我看到有个人，是三王吗？是草，是草，是草。是我。草没用，我不要草。把草掉了。有几次啊？应该是三次吧。三次啊，草是三次。啊，三次零彩。差两个大胖子。这草，你们踩，我不要，我要矿。差两只大胖子，这回傻逼了，这他妈逼的，咱们十五个人，一个点就有一个点。上面是谁啊？哎，无所谓，跟他们一起打吧，一起打不下去，开箱子皮手速呗，那怎么？哎，我操！我跟这仨人混，操你妈的！没事，就卷嘛，妈的，现在就开始卷了。有啥区别吗？出来做任务了，你们慢慢卷吧。你把难度我去打龙龙任务呗。打不动。三王也打龙龙任务。打要打。哎，等十一点 boss 吧，你这个点现在这个生灵点已经没了，咱打了一个 boss， 打了一个隐藏。生灵就没了，不做了，知足吧。我就很少打。那生灵咱打不了了是吧？对，没有点了，就咱有一个点。左左在那里啊，一个道士在那里够了。能去吗？有一个点。哎，这个算来强点吗？落日城在这里啊，他们他妈的这是一帮散人，好不好？哪个点儿？上着右上，哎，黑龙刷了。黑龙刷了，左下的升，左下升了点，黑龙刷了，等会儿来了，没有管他呢，这直火了，管他呢，这是大 boss 打得慢，抢他的，他敢杀我？秋雨是我们先来，他们先来，他们先来了一个，有一个，他们先来了一个，你们谁五人队？谁五人队？没有人，那我们五人队，我们要走吗？我们不要走吧，那个、我们走了就没位置哎。我去打黑龙，你在那待会儿，一会儿回来跟他们抢吧。啊、那怎么办？秋雨啊，对啊，像他们也拿右上右下啊，那个日本的也是拿左上右下，那我们打干嘛？扶我一下，我打个任务。打嘛！我操他妈的！打哪个业务？你不是我打那个委托啊？那五人组不行，退一个，扶我一下。黑龙，我就是打个委托，要道具的。哦，那个黑龙啊，是吧？对，我还没到呢。谁退一下？我退。你扶我一下，秋雨，我在你旁边。我不知道你是谁啊。旭白。旭白。左下胜利点是吧？进左。OK， 我来了。左下胜利点吗？等着抢尾刀，抢尾刀就行了。左下吗？等我一下。对，左下。停手。所有人，你们五人组可以抢尾刀，五人组可以抢尾刀。这个开大道抢，开大道抢都没抢着，没有，我他妈点了拉了个技能，我直接挂了自动。
我开大招了都没抢到。哎，没抢到就没抢到了，这个太拼运气了。接着做任务吧。没办法、啊。右下森林点，他们又找人来了，怎么办？嗯。森林点，换他们一直来人呢。一直来人。他就是想要打，要清除咱们呗。右下的森林点。有一百二的。右上只有两个人啊，加我三个。来了来了来了，我也去我也去。一个一百级的，一个一百一十六的。右下来的呢？右下来的呢？右下是吧？右上跟我来一队人吧，我们直接把这个把对方挤走了。右下好像他们人多了吧？不好抢了吧？三个右下现在三个人，一个一百二的，点点。右上了，你们来右上吧。这尼玛还太多、啊。那右下呢？右下不要了吗？右下你们挤不过人家就不要挤了，人家对方人多就是风暴的。走吧，马扎，咱去右上吧。好吧，好吧。嗯。你们来右上，我一个人在这里，还有两个风暴，有个挂机的，有个一百级的。那你过不了人他，过不了人他。跟我们一个区的，我也没法打他们呢。哦。买了这个二十四的，我很想把他打走。京东的，打呀！再打，现在也占理了，你怎么打？对啊，现在打。我操，你们人一下来的有点多。我走了，我走了，我去采矿去。他们又来一个人啊！你要打的话，说一声，我就过来，我在旁边采矿。直接说啊，我随时飞行的。你们有组吗？我在外面做，我在外面做任务了。你们那里不是差个人吗？你把我组起来。差俩了。差俩就把我组起来吗？我们这五个人就在这卷嘛。嗯。打森林那就在这里卷嘛，把他们卷走就可以了。啊、三王呢？三王没来。我这是接任务的。就是接任务了。嗯。我在旁边屋采矿哈，就打架说一声、啊。你这二十三区的这个帮派，你占两个森林点了，你太过分了。二十四的也占两个啊，天刀亮气呗。这二十三区的这叫什么风暴去？那个三王要来吗？三王不来就先踢掉，先组那个洛璃城了。我先退队。好，组谁啊？组洛璃城。洛璃城，但我们五个都先在那边卡位了，他们也没话讲。他们这是几个呀？四个是吧？他爱几个几个，他爱几个，要么就打。我录着屏的。他咱们不动手就行了，让他动他。他们四个呀，这还有一个外，这个二十一的可以打吧？他要动手，就连他妈东京的咱们一块打他们丫的。组合不了。你那罚款交了吗？没有。哇，女神讲话了，什么罚款？我怎么不知道？直接退群了，我操！对不对？你就告诉他什么罚款？我不知道。你找不着我。都是二十一的，不是风暴了，直接把锤了。开敌队啊！跑了！我妈的，可能是这个话里有杀伤力，妈的！你妈妈是吧？你妈和宝宝拼吗？行，行。拉倒！今天还做春梦呢，我去！天劫被动。最高的吗？最高身体。哎，叶秋雨、啊。嗯。小七呢？这怎么小七、啊？小七这两天闹脾气。技能啊。这回他们五个人了。嗯，再来充钱。心情不好。对。妈妈，我不吃。他说什么？他们。
这外国人不讲规矩。这个人叫我们离开，妈的！我都吃你妈的！不要。啊，你说这个生点都是你们一个帮会的是吧？你们占这么多，让一个了，还让第二个？对，我们都让右下角，右下角刚不是我们在占的吗？你说，操你妈，不行就打架。不服你打我是那右上吗？右上准备打架吗？右上没事，等他们动手哈。那拉我进队伍啊！你们要打随时喊啊，我随时过去啊。嗯，拉我进队伍，别打错了。左左在吗？在。左左没进队啊？对啊，没进队、啊。五人组啊！咱们改成十，咱们这个右上改成十五人组。对，他们站在这儿不走的话，肯定是要打架的。改成十五人组，如果他们动手，咱们就打。不行就打嘛，对吧？对，现在改吗？打一了，视频打一了。改十五人，全部退走，改十五人。我建队。组起来，这里来十个人。风暴小花是吧？哎，不对。有没有人开组？没人开组，我开。我开了。我开了。洛雨辰开了。我开了。啊，洛雨辰开组了，开组，组起来。再过来五个。这里再十个人，看看怎么打。哎，马特。你是不是又开了五人组？十五人组。不用。你们还出个解散？亮哥，雕烟喘神奇是不是昨天晚上报名了？把马特组上。马特组了。左左呢？左左也组了。成，一会儿谁过来的再组。啊。再过来四个。十个人站这个点儿，看他们敢打吗？反正没点，这谁愿意来谁来，操。嗯。哇操！妈的，黑龙塔也成的好乱啊！以后黑龙塔规矩就是谁强谁他妈占点。操！你像这种情况，他妈逼的没有办法了，就有点。他们几个人？一二三，他们才三个，四个人。他现在密我说什么？他们先到的，所以先到先得。你打我。两个点都是他们先到的。你给他回，你打我呀！你别说会，你说你们不能把所有生灵点都占了。是吧？你们先到先得可以，你们占一个，你们帮会占一个就可以了。你占四个生灵点，你开玩笑吗？点他是几个人呢？另外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才俩人，后来一陆续又来的。啊。他如果说咱们先五个的人，三个人，那可以把他们劝说。我们先到五个。有录屏吗？有。有录屏。啊，有录屏不就完了吗？确实。他们自己的人没有五个之前，这是事先站在这里挂机的。他爱几个几个，他们不是卷吗？操他妹妹的！开始内卷起来吧，我们需要这种内卷的情节。不动手就一会儿就开始开箱子拼手速呗。哎，我感觉好像电灯哥来了。来了。哎呀，来了也组起来，刚好我们来电灯哥。你怎么带我？我要后本。右上，上灯点儿。啊，好，我现在打核酸多了，兄弟，你们先打着，抢钱开，我马上就回来。啊，抓紧坐下，今天不坐回拘留的。我一会儿怕逮起来。哈哈，我参加核酸拘留。我前天
就是我两天那个第三天没做核酸，爸给我弄一弹窗。我现在赶紧做，还有七分钟。等会得去做个核酸，昨天去朋友那里去完之后回来，他跟我说他黄码。我操！这么刺激，黄码，我操！那个谁得了确诊了？我跟你说，在台湾有个我们门派不是那个有个台湾管理嘛，都已经确诊新冠了。然后最牛掰的星星，他竟然那什么，他竟然确诊的嘛，居家隔离，跟父那个老公还有孩子一块隔离。谁打他们了？去上班了，我操，这牛掰的要死。啊，我看他们掉血了呢，谁打了？谁没有，我开的夹击啊。哦，我也开夹击。我们都开夹击，对方动手了，我们就在那个啊。对。我们需要卷起来，胖哥是不是要石油啊？嗯，呀，是不是要石油？忘换那个嘛了。他做对比的话啊，咱们这种队伍的战斗力一定是比他们强的，不管是他妈那东京的还是这个 KR 的，啊，他打不过咱们。对，东京他们是，人多。但是战力不高，特别是他们掌门战力高，战力已经到了二层去了，刚升二层，原来在一层的时候还有一个战力比较高的，现在没有。让我牛蛋白天，滚！那五十万木的你给不了，你也忍得。战力够了，不准在一层待着是吧？啊，不是，等级够了就不能在一层待了。我原来在一层看到他，我还以为他派到外服去打架。后来世界看到他二层拿到东西。两肋插刀，要不金刚子。我要不要申请一下？我就在一层吧。你不升级就可以在一层啊。这个联盟没规定，是系统规定的。对啊，这是系统规定的，不是联盟规定的。你等级升上去了，那你进不来二层了，那进不来一层了。就山王有可能去二层，现在队伍里。续白先。我现在是98.7的经验。那12经验。好像是121就是不能进来一楼了。121就不能进一层了。对，121就不能进来了。对，这系统不让你进，不是规则不让你进。嗯，这个系统。他最好一会儿爸给我刷隐藏，哎，咱们直接找个隐藏，也不跟他们捣乱了。刷隐藏你们不用走那么多人，那个隐藏估计应该是十多分钟刷，要是刷的话。嗯，牛逼 plus。 啊妈的，呼了把脸我就坐这儿了，哎呦，尿还没。那个东西应该不敢先动手，因为他之前打我的时候，那个金手指把他的那个工资给扣掉了。谁？忙完了，我寻思问问你在那边那个房那个什么暖气还交吗？开发区那房了，反正今年也不回去了，是吧？行，我知道了。
咱们现在在开黑的就十三个人了。好，我是文总啊。我们保持不要先打人就可以了，尽量我们不要去认。59分，准备开始卷。就各直接就打怪，就一不用拉，直接打。出小黑人以后，哎，咱们直接操他妈上坐骑，点自动采集 ，OK。没事，我打掉落，我自己打，你们抢巷子就。不用打掉落，不用管，就直接秒，啊、见怪就秒。把怪刀拉到中间来。不要拉中间，不要拉中间，就直接打，直接打吧。拉中间可以，拉中间最起码还可以那个打点掉落什么的。你现在打出来的，你我们秘密之屋，你的声音两个屁啊！我直接去秘密之屋了。找，开有逼开杀戮了，子明，23的，杀他，操你妈的！找零点。谁开杀戮？打他。23的100级，我没锁定他。子明直接打，不用改技。操你妈的！这其他人不管他，咱们就夹击，谁开杀戮杀谁。打死了吗？找着隐藏，咱就走了。找到了。在哪儿？在哪儿？给我队长，快点！我立即着急，快点！队长给他，快点！就下来这个内圈上去，快点！着急，快着急！右上105点，右上内圈，于达跳下来，再着急一下，我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我截图了，森林点送给他们了，打我们的人就不行，对吧？你接哪儿去了？图我觉得，内圈右上，这么长时间了还能不知道那个点儿？内圈右上。哦，老粗的这地界是吧？对。妈的，这个人的人头我拿的，23的。你我不能打他。我录着屏了，没事儿，咱俩都录屏了，没事儿。他紫色名字，他是开了杀戮才会变成紫色。东京的吗？不是东京。啊，也是个小日本门派。对，他先动手了，没办法，这不能怪我。500万？不是，他们小日本有点过分的，来了占4个森林点，你一个帮会，啊，来15个人占4个森林点，都是你的了。申报一下，那要么就是给群在大群里面说一下，这样搞我们就直接打死他们。啊，我已经让了一个剩让一个了，你们还要占，太过分了。你们在群里面说一下，在大群，我不在大群，我不想进来大群。我也不在，我嫌麻烦。他们打不赢，所以才去投诉，打得赢他投诉个屁啊。对吧？啊，所有的景点都被24的占了，都被那个，这个那个圆圈他跟我私聊信息，就这么几个人吗？关门了哈，没关门，有的人没来。啊，我说那个我这儿那个外头来了街道主任了。有一队没来，有一队人没来。100，这是105的，105的 boss， 无所谓，没什么好东西啊。
无所谓啊，都别来了啊，就这没来别来了啊，抢生灵点去啊，那个有打架的我们就出去帮你。哎，说实话我就想卷一下那个这二十三的，我都不想卷，我说说实话我想卷一下那个二十四的。你一会儿咱们去看看他哪个点是四个人，不是最就是五个人满吗？四个人咱们就站那儿，他绝对不可能有十个人。你说我们这一队人如果占胜利点的话，每满五个人符合条件的都还会给他们组起来。你知道，然后昨天你们打 boss 不是还带了一个他妈东京的，然后他还这么卷咱们。我卷人家去火星地方就帮我跑着行了。太好了，你把脱了。他二姐，你还会玩狙击？我想不劳而获了，对吧？我操！莲子成功杀，我的天，太吓人了！又成功啥呢？那魔石啊，现在我已经石好几块了，弄了。哎，都是有钱人啊！没成功。有钱人呀，都是你魔石，你们现在都敢搞？这是英雄啊！你抽没抽那个三千万呀、啊？抽完了，要不来抽完了，还剩100万的黑铁，还剩60万黑铁，我操！我也没多少了。你看我们去昨天那个黑铁了吗？直接被人秒干净了。没有，我们昨天那个我们十四区的主会往外放黑铁了。啊，哈，我们他妈的不动会啊，秒干净了，没人吱声啊。我们是放出来了，放出来黑铁让自己去买，两斤一个。哎、浪花。啊，两斤一万呢。两斤一万。嗯。那100万不就200斤吗？比那个什么，比那个钓鱼行的便宜。我操！钓鱼行现在没法看了，已经。那人性化呀！他是根据钓鱼行那个最低价给你往外放，但是这个放完之后好像是只能组会买吧？所有人都能买。所有人都能买吗？不在门派也能买，你的密股出售的是吧？嗯。所有人都能买，那个，不是联盟的也可以。所以一般的话都是让他们准备好要多少放多少这样子。没有，昨天放了10分钟。对啊，你要放时间长了早就给你干干净了。对，放时间长干干净了就。因为什么，我告诉你们怎么买啊，因为你那样买有些商人交易行他是商人打包。真好好啊。交易行是商人打包的，你这个这什么话来检查的？是自己在自己用的，就去那个密股买。我们这密股都不卖呀。这个是看每个地方都有那个。看规定嘛，有些是自己的那个自己用，就去密股里面买，这样比较划算一点。如果商人买的话啊。商人买他会打包背到其他服区的，如果他从密工买的话呢，每一个都要重新去兑换，用110万才兑换成一个箱子。我都不参加这活动，我就知道商人看到商机又得卷一波。我这两个人喊我
哎，这游戏要一定的商人才玩得动的，你没有商人，你谁给你卖金，卖这里，卖那里，是吧？哎，你价格合理啊，大家都不用考虑也得找你买。那个小鱼儿的号把昨天把金币已经扫完了，有商人就要飞到其他区去了。我昨天问了一个外服的，那个是8000个金币，背过来以后给我22的比例，背过来给我22，他妈自己区的给我21。然后那你他管你，那你这里都是1.20。之前打架的时候，他妈逼的放19、20。要不要无所谓的，你不买的，你不买他永远当不成老板，是吧？你不买他永远当不成老板。喂。啊。说。你们服务金币价挺高啊，我买都是24、25。对啊，这边被偷掉了，被这个金币都是1.20。而且我跟他们说了，我说你少于2万金不要联系我。那8000金好干什么？8000金一会儿就没了，操！有啊，我昨天就收了20000多啊，直接买一把3阶武器啊，胖哥。你们这还有卖3阶的？我这连3阶卖的都没有。没有，都卖了1阶。刚好有个大佬他做金武啊，跟那大佬收金，金武他做金武啊，我拿他的3阶武器。我们区也有一个人，直接让人背过来的一个金装。而且这把3阶武器你们就绝对猜不到我买多少，再买18000而已。差不多这个价，你算这4个1阶武器嘛？4个4×11=16。对，4个对。可以了，4万4500也相当于4500一把吧。4500。就这个价格，差不多这个价格。哎操！我们服气卖7000多一把。哇，那么贵！一阶的。哎，也就看人多不多，没人，人不多。我们在报5000，你看现在报5200，卖了几个月了都没卖出去，没人买。出小黑胖子了。嘿挂自动采集，我擦这里有个胖哥开了，哎，我擦，我这自动采集都不走啊，红的，你再把打怪停了，他停了，我在打我啊，于达人，我要打你骆雨辰，骆雨辰，我要打你，我让开，我不让，不让开我就揍你，献祭你！我不要，不要我就献祭你！又一个秘密屋，又一个秘密屋，我操！我可以，打完了我们立马去啊！啊，喝吗？谁？不是，咱们不应该先派一个人过去站着吗？飞哥去吗？飞哥去找吗？续白呢？飞哥打字报仇，他他妈要泻药，你们也要卖了吗？问题不大，问题不大。等会儿那里面的人不够，就直接打了。啊，你打惹那随便带吧啊，对吧？你想带吧，这没什么好说的。啊，你随便吧，你看着吧。正他妈一肚子怨气呢，操！不是风暴了还敢进来？怕个啥？有胖哥在。谁小点？你谁小点？你吵到我了。所以我就看到你看到我带耳机的。喂，干嘛呢？跟家打游戏呢。游戏，昨天晚上上班呗。昨天晚上不是我的班。是吗？啊，昨天是我那个对班，我们俩人的班吗？咋了？没事儿，我就是核实一下你在干嘛。
啊，没别的事儿，就别让你过来再做尿点了。昨天也在打游戏，我游戏在线。嗯嗯，就是问一下你在干嘛，我就别那什么了。啊，我以为你们要调监控啥的，我就给你去调去。不调，调什么监控啊？好好歇着吧，没事儿。啊，行，没事儿，能够找你就不找你们。哎呦，你知道我刚才我一看你给我发视频，我就想，哎，现在就去吧。没有，我就给你打个语音问问。嗯。我就给你写上工作情况，我就写昨天晚上夜班，然后今天在家打游戏，没有出门打算，就完了呗。行。嗯，好嘞，没别的事儿，你玩吧。嗯，拜拜。好，拜拜。胖子还没刷吗？我靠，没有，你刷。胖子，今天的胖子来的有点晚，你是不是要憋个大屁？今儿你都不走啊？没有，这个点是固定105。这里是105的，等会儿有个大屁，我感觉有个大屁，对，至少是115的吧。在哪儿呢？找嘛，110的，我们刚刚已经打过了。你去转转，又那个有一个隐藏之物在外边，不知道刷哪儿了。我找了没有？我来，老兄弟。二楼有个点。我看看吧。这你截图飞哥，我们一会儿出去直接去右下吗？右下森林点呢，那就110的，是110的，那就被东京站着呢，进去咱飞哥可以右下，你直接进去了再截图啊，进去了过后再截图，证明我们的人先进去吧，我到这边了。谁的麦？先进去看看有没有人，没人的话就站那儿先刷会怪呗。没有，只有一个人进去了，应该是飞哥。啊，我们这里还有哪些人没来的？都一下没来的吃夜扣一，我们先组起来也差不多了，两个世界 boss 打完，那两个隐藏打完了，差不多就可以打世界 boss 了。飞哥你把我组上啊，飞哥你吃夜打一，我组你来了哎，胖子来了啊，直接打。你们这是连着刷了两个那个嘛吗？两个隐藏。对，两个隐藏。灯哥也太有。你们是在哪个位置进去的？我们是内圈右上。内圈右上。内圈右上。那我跟飞哥在这先打吧。嗯。我们这胖子出来了，马上过去。这个可能另外一个是在右下森林吗？对，右下森林点。哎，想去哪个地儿啊？右内圈右上啊？我这个外圈，现在就是下一个是外圈啊，外圈右下。外圈右下森林点。不满水能打我。后头你有锁十分钟，现在记住。要不满水能打我这些，换点毛病打就完。谁打尾刀？我来。叶秋雨。还300血呢，不急。那今天早上很不错，10:15打3只隐藏，赢一个世界 boss， 今天你们很丰富啊！我操，早上还有直接去打了一个 boss 吧？他们昨天晚上打过。对，我们九个人打的，然后一人一个金，一人一个红，然后剩下蓝箱的是快乐时光。我吃的香。这已经刷了4个隐藏了吧？三个，这是咱现在打的是第二个，然后一会儿去右下的是第三个。一个隐藏，三个隐藏，一个 boss， 两只 boss， 可以了。哇天！还电饼锅子还不行，加点火腿肠。好，尾刀准备，再压一点血量吧，再压一点血量。哎呀，十多点。行了吧？你们有要打龙龙的吗？没有打龙龙的。有啊。
左下生灵点儿右边的那个采集房有一只，我刚过来的时候看到了。龙龙，我都睡着了。刚好在角落。哎呀，相对相对那个点，相对龙龙。这么多这么多红的，我一个没奈何。还有个金箱子，谁在这开金箱子呢？三王开金箱子，三王再开。嗯，开吧开吧。谁开都无所谓。新手速了。我也是啥都没有，我也是蓝的。哦，赶快去右下，去右下，不要等，直接走。没开到箱子的就直接下去了。好了，你们进不来了。好了，胖子了。嗯。右下，右下，右下。来来来。给的啥呀？来箱子给了个金箱子。那个不是，那个不值钱。哇操！我们这么一群人，会不会把人家吓到？那吓啥？他敢动手就弄他。这几个人啊？四个。抓的也慢吗？完了。啊！这一群人在干嘛？这一群人全部都在这里面，那个。哎呀，这边怎么那么高啊？张毅，你疯了吗？操！你还得那什么？老子要个积分，操他妈五百万木头，刚发的积，操！已经逼的，排队进。五百万木头，我操！上来我就积分，上来我给他一把顶完他。这是第几个了？我进来以后，这都是第二个了。这是第三个隐藏 boss。对。嗯。哎，今天这个掉落可以啊，都是红箱子啊。哎，可以，今天满分啊。啊。那个浪花，浪花这个能给我留个红的吗？金的我都不要了。这个都是拼手，说你说我怎么给你留嘛？你叫大家给你留啊，不是叫我给你留吧？献祭，把浪花献祭了。这不是我给你留的。哎，一言不合就得献个祭。我觉得这话没毛病。我看一下，还有谁？还差三个人。阿姆没在里面。阿姆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他也不打隐藏屋，他在打184的世界 boss， 射不准也没来，还有个 射不准也不来，嗯，还有个 UYY， 你想跟我玩不玩？等会儿不组那个24的那个京东的人，昨天那个人过来混了两个箱子，混了三个箱子，昨天人不够。UYY， 你给我一套对不对？今天人挤的不行。对，我们队伍满吗？按名单是满了，名单里面是满的。今天咱们名单我们群里面接到15个人的嘛。今天咱们50之前就得去集合啊，要不然这帮逼一定会盯着的。这么多人，就去呗，对不对？打完这个也差不多快40了。打完这个隐藏，都过去等着。对，打完这个就去挂下机吧，去那边是吧？都去啊，多上点挂机。我告诉你啊，这群23的和24的，他不打隐藏，他不是可能他们在这里面觉得打着打着没什么怪，没什么东，没什么奖励，他们就不打。我刚刚进来，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他们23的人也在里面打。打了一会儿，他们就出去了。就说他没有像我们在那里一直在打怪，他打只能怪，哎，没东西啊，是吧？他们就出去了，就这样子。不知道还有一个。东京他是知道有奖励的，只是来了过后可能会被揍。这么多人打了，我们也进去打。觉得没意思，不如守胜一点。反正23的这个，他们跟刚刚他们跟我打的时候。在这里面的时候，他们打了两三群轮怪，就没打了，就出去了。天天是我的，靠！
啊，哪个？就那 K 二是不？那几个外国人？对 ，K 二的。啊，我操那！啊，那几把几个外国人可他妈操蛋了！我们原来直接就原来直接就和他们打的，后来给他们那个结盟了，妈的！他们现在不怎么好，他们可能也不怎么会玩。不了解这个机制。机制，哎。没事儿，他们好多小号你知道吧，到时候你世界 boss 的时候他小号不能算名额。对，哎呀，我还差几个材料，我看一下，多件装备，差几个材料。这亮哥雕烟砍传奇怎么电了？是，差30个材料。30个红材料。我还思想那个石头，我还你妈思想石头给我撇下来，我要你妈石头，石头，石头喝了，就得一个，胖子出来吃饭干嘛？我好徒手，三娃，啊，你跟小七聊天了是吧？对。啊，你让他来呀、啊！我让他来呀、啊，一直让他来。啊，他把我拉黑了。把谁拉黑了？他把我微信拉黑了。你是谁啊？我浪花。哦，浪花。拉黑浪花不是正常的事。他要献祭你。哎呀，我跟你说，浪花。啊、三王帮我劝劝他，让他回会里。啊，帮会都没在了。啊、知道了。啊嗯，哎，你那多少个人了？秋雨，我这我那36个吧。是不是缺点阵地的人？我还有几个那个，有几个卡在那个尾夜的没过来。我这搬家有点厉害，带30个人过来。有圈金币的，缺圈金币的中国人，回头我给你找几个。行，可以。嗯，我们那个会里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是那个蒙蒙牛和长老会管，我基本上嘛都不管。啊，你就是一个甩手掌柜。对。哎对。就是去你会里面划不来，好累啊！做长老的好累啊！没什么可累的，他们没有，就是很多东西都不需要，就只是就是管理一下人，别打架就行了嘛。这游戏不打架也没意思，不打架没意思了。你现在弄的就是不打架，操！就各种约着你爱打架的人。然后他们好发育。你只有自己人也打，然后跟外边也打，这样才都提升的快，要不然都划水。霸天尊之阳。今天的人赶快来吃啊！哎，刚才不是还有一个道士吗？马特切尾巷了是吧？没有啊，马特就一直是法师，是吧？什么？我最后不给他做法师，我要骂他，我厉害，你这种做法师，快，115，还有个金虫啊。对对对对，
这太过分了。你给我冲啊！你看我嘛意思？你忽悠，让他给我冲。忽悠谁？我操！忽悠谁？忽悠你！啊，慢点啊！还没有。我操，加班不行了。亮。一个。清玄。这谁的麦呀、啊？在刮风啊！这他妈龙鳞火，换真气去！哪玩意儿？自个儿换好几个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个人，早上是十五个人啊！到场的我看一下有哪些。你先看在开黑的这些人，然后不在的单算。我们已经十二个人到场了，我看还有那谁阿姆不在场。啊 ，UYY 射不准。射不准。还有阿姆，就他们三个不在。这无所谓。嗯。问题不是很大。开黑的人员，我看一下啊，射不准再开黑啊，射不准再开黑，他可能在干别的。十二个人，这里面谁不在开黑啊？飞哥也在啊，我看一下。那个亮哥叼烟砍传奇不在。哦，亮哥不在。亮哥他用的外卖，他没上那个开黑。啊，你说话他能听见。还有别的吗？然后亮哥如果算上的话，现在就开黑十四。别学错了，别学错了，一会儿。嗯嗯。你把头发错了。你的好手艺爆了！哎呀，还有个关键。这是个一百一的 boss 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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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子来了！注意一下啊，这个胖子打完了过，不是外面的森林，现在刚好时间结束，以防有人进来偷东西。我欠你十年命，老伟嘛要给你。打完这个都去那个大 boss 点儿，在那周围挂机啊，啊，对，就站 boss 点挂机就行。嗯，因为现在人多，对方就比如说像京东他们那群人二三二四的，他们联合起来肯定打得过这 boss 的。打完正好去个厕所，憋他妈半了点了。打完箱子再去啊，要不现在去吧？不用，我还能忍。哎，别忍了，别忍，抓紧去。没事，箱子我帮你开了。啊，我用我的嘴劝退十一个人。啊，没事，不用，我直接就给你们都劝退了，完了。哎呦，直接劝退呀、啊！一会儿商量，就给你们服务器全拉闸了。注意啊，注意啊，小心有人进来，我们在门口在那看着就好了。啊。哎，亮哥是干嘛的？这是故意让箱子吗？尾刀，注意尾刀。应该是掉线了吧？亮哥又鸡巴掉了，好人呐、啊！小怪，再有个小怪。好人呐、啊！留着那小怪。留着小怪，开金箱的时候拉过去啊，让小怪打他。那有点不讲道义了，是吧？别拉他跑啊！我技能打不到了。啊哎、我们在站好位开箱子了呢。你们都是坏人。
我这肯定有个军饷。哎，这都能被你抢走？我直接挂自动，他就跑过来了。你太坏了！还好你飘啊，掉在我脚底下都能抢走，我太坏了这。小波吧，快捡来，小波吧，拿你玩儿。开着好东西了吗？有开着好东西了不？没有。你们这手速太强了，哇，佩服啊！走人走人走人 ，boss 点 boss 点 boss 点，不要看什么了，等会儿再出去打。这个大 boss 要是去手速的话，我估计我连个蓝箱都拿不到。你先跑过去等吧。boss 点集合。发姐了。然后呢？动不了啊！我的手动点不行。下一个。中一排。他们都去王房了，他们都去王房，我们赶快去。现在立马快点攒够十人队伍。没有人呢，我先到这儿了。你们看着组吧，我先上厕所了。爸爸，射不准，快来吧。那这玩意儿刷了村长，刷不了，都是没法，那嘛。不是我说的，正常村长能刷，正常刷别的了，这样有少村的毛病，刷不了。OK， 就在这里刷怪了。我操！十二个人在一个屋，咱就这个屋存在。哎，我去打个龙龙。都是在人家手里。哎，下面有个龙龙，对对对，下面有个龙龙。哦、有人在打，有人在打抢尾刀。我来。两个人，二十三的。来，我要抢尾刀。那、没有五人组啊。是不是我的尾刀？你们有没有分到东西？尾刀。我都没打到。你们太坏了。但我没搞到箱子，没搞到牌子，我只给了一个石头嘛。我需要尾刀啊，我才刚打两个，还有十八个呢。不急不急。啊，我随缘了。这你妈，你为嘛不是2800一十万？咱得定金。你妈，啊，我要开始整，要开始整理名单了。拉你一下。4、3。那个嘛的，后面有个小鲨鱼，看那玻璃了，看那玻璃了，两个，小鲨鱼能，能，干啥？还有两个位置。哎，两个在，两个。拿那怪的，跟你兄弟啥就往那儿了。胖哥，收没？这个呀。绿达人，绿达人，点表象给比糖。又一次。达人在，不是你妈不我掉地能让你妈捡出来换吗？太好，那自个儿喝的，一个都没喂呢。废话。
左左。老外。嗯。哎，左左左左影，怎么又退队了？从第一个跑一个跑三遍，跑头就行。啊。不用打他，你就跑到头就行。那上来能去最后一个吗？去仔细吧。现在你就看着。最后一个。再跑到这儿。那有个。打个问题吗？啊，我想要试试，不行。我回去骑大去了，包鸡巴满了。我回去。咱们换那个了，方便。浪花，一会儿把排名发出来。现在人数对不上，怎么一会儿掉一个，一会儿少一个，一会儿少一个。没有，我回去骑。少左左，少 UYY 和那个。我操！又来秘密直播。去吗？走走走 ，Go！ 你们一群人，一半人去吧，一半人去，一半人不去。一两万二，给我打二月二吧，用是吧？现在时间四十分，你来得及，来得及打得完，但就是不一定，人家可能就是那走吧。我来得及。听一下大家意见啊。什么东西？谁又掉线了？又刷隐藏了？又刷隐藏了？哪个位置？先找到先。右上幺零五点，幺零五点。右上内圈，右上内圈，右上内圈。直接进去啊！右上内圈。还是刚才那个？你妈的多少步？我是第二个，但是第一个进去的不是风暴啊！我直接给他死打出去。打死他！又刷隐藏吗？对，内圈一零五点。开前门有嘛用啊？内圈右上啊！哎呦，那放一下是中饭。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二十分钟应该打得完。这玩意儿好用。玩几分钟也没事儿，玩几分钟过去跟他打，他们也打不完。那都是三把玩意。哎呀，我这么卡呢，这字儿。打不动了，开的坑太多了。我操，这 UYY 一直在这里挂机。哎，人也不在，别理他了，别理他了，他喊他了，他不动混啊，现在他就是个，哎呀，他太混了，说实话太混了。我都说了，他是太混了。二五六，把小号关了。那没准电脑是嘛配置？我这电脑配置不算太高，1.0066G 吧。D85的板子，有点老。对 ，i5 4600吧，我不知道记对不对。最早的一批电脑了，九八年前的。嗯。九八年前的东西。嗯。华丽采集也来了，谁没来？去华丽采集吧。好运，华丽采集还得过那个位置，我进去打隐藏吧。去华丽，现在出去来得及，你要做任务，你出去都来得及。不做业务，我都不知道哪个业务是，我都不接了。谁也不知道谁去华丽采集了。我这。是什么东西啊？箱子。啊，箱子，你开吧。三个箱子，阿美在这，还能来一个人。喂，我怎么还17.5万呢？浪花。你退了，重进一下。不是，我说那个排名，我17.7万。不能干他。你周一更新。要你五五百保减540了。要你有何用那玩意儿？点505还是504？搞忘了。张伦，我没去那个。哦，我最高他那是多少？
每周一，每周一记得截取发图啊！每周一。你打我算我算打吧。还有别的吗？赶紧打。每周一，每周一再发，现在不要发。哦，好的。吓我一大跳！这谁家宝贝儿啊？我还挺活跃的。我家的。啊，挺活跃的，我天！吓了我一大跳呢。我操，这个哥们死的这个包里头，他妈逼2000多瓶红，他妈他真是有钱、啊。你们的铜币金子都备足了吗？没。今天有抽奖啊！今天是铜币大头奖。3000万抽，一律不参加。哪抽奖？晚上12点，3000万铜币抽那个精灵宝物，就跟那个黑铁100万抽14是一样的。你也是，他让你拿你就拿。12点，那睡觉了。梁立威是那个。这明天啊，明天也来得及。哦。是今天吗？今天12点吗？哎，12点更新，囤9000万铜币就够了，3天。9000万金币啊，那个通币啊，哎，对，9000万，我才8000多万。然后你9000万，你能保底弄个金的那个金毛毛那个东西，万一给你来赤血魔剑是吧？对啊，对对，那必须去，我那不站起来，我这黑铁，我操，昨天嗷嗷往里发，还有6-700万，那没有，来了两个了，10000个，还有10000个那个铜币呢，打掉。你滑梯采集都踩着了没？上网没踩着啊？踩个箱子，留了2个给阿姆。啊！要换一个别的区的打他！我操！我跟那个叶球，要给他清了吗？要清我就动手了。里边掉血。动手！我们区的啊，一个区的没法打他。要清我要清我就动手了。啊！找一个基本别的区的干的。啊，那我动手呗，那就。清不清？对，洗白，劝呐！浪花呢？浪花不劝吗？要不要不劝？我看无敌挺好。浪花劝退的。是呀、啊，我们的人都已经在这里面在打了吗？还来？还不走啊？还跳上去？追魂剑一发，看你飞！妈的，不作死吗？这游戏这么玩就有意思了，我操！两只尾刀都是我啊，我要背锅啦！完蛋了！哎，旭白跟谁？旭白跟谁没进来？分射不准。你们去 boss 点。他们在。我会说是叶秋雨叫我打的。哟哟哟！我可没说、啊。太坏了，这个。他要说罚款，你多钱拿箱子不就完事儿了，对不？拿尾刀的，拿尾刀不要怕，拿的耍无赖就行了。哎呀！哎呀，我能是，我又一个没挨着。开挂了，我操，闪王，开挂了。这样子以后叶秋雨都不想尾刀了。一会儿大胖子我不打尾刀了啊，我准备抢箱子了。好吧，你现在上吧，不要再吵了，你刚刚都吓到那些叔叔了，根本不知道。听到没有？不要再吵了，你刚刚吓到他们了。突然一下啊！干嘛找居委会？到去对面找居委会。哎呀，又出了，又出一个，这个该给我留一个了吧？不要太过分。开刀就给你留，开不到没办法。哎呀，23的怎么这么执着啊？然后还有吗？没了。收身。完了，我又抢不到了。叶秋雨，上我了。
好，哎，我还在那边红箱子，红箱子，闪王这，闪王这。哎呀，三王 ，thank you。哎，我打个吊乐，我去就是想看看我昨天弄这个幸运怎么样。我在这跑里边去。哎呀，这怎么还劈上了？不劈啊！哎呀，我这个幸运的。给个手镯也行啊。那爸爸今天就不吃了。那你还这个 K 啊是故意来挑战我们的是吗？你还吵不吵？你玩你自己呢，你不要吵啊爸爸。我跟你说，这样我儿子跟这儿闹，我就把就游戏关了，跟他玩。没错，这个道士进来他妈的复活他们来的。然后把道士搭上来，我感觉我会被投诉。不会，我叫到他，我让他们做。他说他什么都不做，我不相信你什么都不做，不要你进来。我日死我操了！你告诉你什么都不做，你进来干嘛来的？看看。他不解呢。山王，你管他？不管他了。你管他，他就认为咱们好欺负啊。这出了两个大黑球，哎！我有嘛关系？出坑狗啊！组一下左左，掉线了，刚刚掉线了。好，世界打个一。这不怎么卡了？拿出来吧，老魏。取毒魔术，啊，还是那个什么，传说之地里。哎，又出一个？没有。左左，让左左去那个 boss 点等着吧。对吧，手肘直接去 boss 点。爱是有了你，心情才变得美丽。爱你。哦，误闯要累，罚上要累。很久很久的时间。这也行，这也挺好。还有一个位子，啥情况啊？打架了。他进来打了是吧？他就是打我，打他。我一天就。他给我装死，他们进来了，他给我弄死了。啥情况？安全区一点。哎，看他打不打，就看这武士干嘛。他刚把谁给打死了？把我打死了。哎呦我操！哪一个啥情况？干起来了，来吧。他有个120的。120没事儿。拉人，拉自己人。这120的好打一点。我操！爹，我们能不能打？咱先，咱先那个电灯哥到我这儿来。跟咱没关系。不是，咱得忍一下。如果兄弟们他妈的真打不过了，那必须得动手。如果打不过，啊，对，先站一会儿。你们给哪儿呢？我都没看见。打得过，都在门口。他们应该不行。哎，如果打不过，那就动手。什么鸡巴这个那个。我跟你讲，那以后他们这个团队进来，我们就直接打他们了，还让他们胜利点干嘛？这程序来乱的。
所以说你们给哪边了？我过去。守规矩，上零点也让给他们了，对吧？对啊。啊，你还不守规矩？上来抢，还过来抢？主要是守 boss 点吧。既然抢，那就没办法了。你们在哪边呢？我没看见你们。我们在那个隐藏屋。那也能够。哪个隐藏屋？他们打下去。喂，那圈右上隐藏屋。又开一个，我操！又开一个，操！这他妈隐藏的是干啥呀？这个。这是谁？这刚才那边的。他很害怕，我操！看一眼吧，估计这个应该刷的右下了。哎，我们的王区已经有站人了，哦，有站人了。没事，不让。雷霆星辰，22服4士服。你看我妈，我他妈哪有那个技能呢？不让，没有他们的位置。哥俩他妈满了。好，右下又刷了一个。你说打 boss 了，这右下的打完 boss 再去也行，其实。敢不敢藏？是有人了，好哥哥，你不得？我是现在第一个采集。你采集，你先进去站着。我再进来了，我进来了。嗯。不还有个23的？23的，你们别的区来，有22区，我们来动手。23那个什么 KR 风暴。啊！就刚才咱打的这帮。造疯子有啥用？积分可以翻动一下。换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这个隐藏 boss 多少出啊？差5分钟。那个给他吧，打 boss 去就行了。不给。那时间不够了。不是在我手里。咱们打完 boss 立马去，因为这是得十多分他才那什么呢？可能你 boss 打不完，这个你 boss 打完了之后，这个来打不完。这个绝对是打完了。你给我凑这里边儿，都凑，你看我嘛意思。来了，别着急，达尔巴南。能有人过来吗？这边有三个了，他们来了三个人。不去了。你先别在那边，兄弟，你来这边混个箱子来。这边15个人，你在那。我直接回 boss 点吧。不敌。这个随意了。啊，回 boss 点。啊，他们几个人？1、2、3、4，4个。是那个刚杀你们那武士吗？啊，对，就是那帮人。要不直接给他宰了就，105的。弄不好号都没了。他有个120的，没看见120的好像。哎，咱们把他次数杀没不就行了吗？哈哈哈哈哈！炮子出了，炮子。不管了，等一下直接打了啦。那么这样子闹。妈，别打他，真的是不怕。他把我穿着幸运套打架呢，我操！他鸡巴这些个人鸡巴受到谴责，知道吧？他妈，你这不对，你这应该守规矩，这那那这的，知道？怕这个，妈打他！打他怎么不怕？咱人多呀！啊、人多打人少，个个下地高。啊！把灯退了。速战速决。我操，57分了，咱们这是他妈刷了5个隐藏。他们那个隐藏应该比咱那个好，他那应该是115级的，那右下角。没有右下角，我进去看了110的。是吗？我刚才有进去110的。狗逼！土豆扫肉。提几个金箱子出来吧。最左边中间呢有一个那个召唤的时候，他那个 boss 的等级比较高，如果刷那里的话，可能就是有个115吧。二楼可能120。冲他！我好久没冲。把我的点站住，停手。行了，停了。哦，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哎，一站啊，这所谓放都站好位置啊，站好位置，站好位置了。不是，别离我太近，你们去那边，别离我太近。哦，我这儿有了一个。这金箱子啊，这红箱子一个我一看都开着，我开蓝的。来，给你了，叶秋雨。来，你看你的，看你的，看你的。啊，好。别来，你看你的。嗯。
这样我可以开俩蓝。我上来撞路，我放进去，我一进去胖一万多，我四十万，还能你们能赢吗？哎，没有幸运。他告诉我他要这个。走了走了，大 boss 了。从哪出去？还有破天建议的。这边。往那儿。把五把账号一查，重等重等。四合一，四合一出了。哎，你给我俩借也行，对不对？这多少钱？298。哎，徐水站起来。好家伙！买，徐水站起来，买一个。买一个，别背个人。借妹的一半啊。啊！我操，谁合了本红书啊？我四合一，可以的。我都没合成功过。我靠！今天早上这场好给力呀、啊！不是，就是没出他妈的红色的好东西、啊。哎，这有个14区的。哎，那个老外。截图来截图了啊！我截图了。浪花，你告诉他吧。告诉今天满了，人满了。今天人满了，你让他离开吧。这不输入手机号吗？其实这老外挺守规矩的。不一拳炮。大马。再牛逼呗！啊，来个大龙来！哎，你不说买那个什么了吗？那天国辉说什么木头里包和那个没有用的呀？小屋里没箱子，今天新品拿几分？我们在开着，怎么没有箱子？哎、你走错方向了吗？确实走错方向了，确实没有。我操！救我一下，兄弟！哎呦！我操！我的呕吐物掉了，那掉好几百瓶蓝的，我得给他拾起来。哦，你们拿几分换的那胡蜂上？不是厉害了，我他妈带那个拾取的那个，我操！我又开个炸弹，我操！对，天腾哥没有用，已经满足了。兄弟，他妈还得再救我一下。后遗症，等一会儿。打会儿血，打会儿血。不炸了，要炸了啊！我被连着两次炸了。看点方向，看点方向。对对，别让我拉手车。来了。你他妈都抽他妈一把二，你才挂二。哎。你反正你也满贯。还不是密。咱俩凑合点，怎么凑合还是我的？你等会儿，我马上就能给拉了。你们，你还高八七级？一、三、二。你们得拜我马上得拜我十一了。你们也是这两天才玩的，不错也。挂着一直你们的，然后没动静。我操！你们要是死了之后没有后遗症，要说一下啊。有后遗症的话，也说一下。你能看见他那有后遗症，他那读秒。我刚才看的那个有一个人，他那里是。我操！你妈又被炸死了，兄弟。我有后遗症，三秒。截图了吗？截了。基尼，有别人吗？有吗？是人吗？多少秒？练过黄带。啊，亮哥啊，亮哥有后遗症。那个，我们练过黄带。你告我在。16秒。你们有技能吗？阿姆和佐佐。我6秒，我来吧。我学了。要做委托的了吧？
好不容易张回嘴，我能不给吗？我操，奔我来了！奔我来我就跑，小心点门，别冲着门。早上起来刚吃的煎饼果子，烧饼油条，他妈都吐出来了。亮哥又死了。你大爷！我2000个药啊。这 boss 会连招，知道吧？一给你击飞，然后底下给你来个炸弹，我操，你跑都跑不了。这哪个？这藏着一个，哎，不好意思了啊，让你跟这藏着。哎，哪儿藏着一个？哎，我操你妈，让你藏着。我藏个人吗？刚才？我操你妈，在楼梯口藏着，操他妈的！他要抢东西是吧？打他呀！我找我这背包呢，我掉了个包，有3000多个药，红药。哎，这个差一个，我差一个围刀就完成任务了，是不是？一会儿咱还得重新组一下。现在围刀还有人做吗？小黄剑好用，还得再几个人？我就差一下。100条是退走。我告诉你，我要是你就要白。三王也退走。不要白红剑，不要紫元。哎，我做完了呀。红哥，你委托接了是吧？你马看不好看，我差一个。OK，你委托接的是吗？你要车主跟不上。难道说就我一个人没到吗？我操！就你一个人？我没听见。那哎呦，难道？大哥，你不上厕所了吗？我今天上去不死。那那兔腰怎么打？我受不了了。兔腰上来他打吗？哎呦，开始。那回来再做吧。往里冲了啊！那他妈漏水可完了。现在能见面，往上蹦，往上蹦。这帮逼！天能哥，你不做尾刀啊？我就我一个人也不合适啊！我操，人大伙一块做多好。后来就咱一个人显得格格不入的样子。有病吗？三个人就可以。然后呢？药房。还有吗？还有做尾刀的吗？有做尾刀的，咱就给他打了。还有做的吗？就你。我做尾刀的先退队了，做尾刀的退队。那我退了啊，我退队了。你退队以后，你组我。三王。组。这个红色舍不得。红色风暴。那谁组我？我组。夏侯王是干嘛的？红色风暴里边那个。先组红我，然后组三王。等会儿啊，我再考。你快点啊！射不准也图是吧？对，射不准。你在哪儿了？我你退伍啊？打 boss 吗？看见我？你退，我退了。啊，就咱四个是吧？山王组了。啊，行了，别人不来就不来了。加油吧。守门，先守门了，该守门了啊！这东西，守门，该守门的守门了。清楚了，刚才有歪歪告诉他别去抢尾刀。有歪歪干嘛呢？让他起来。哎，这是能躲开这招啊！这次我躲开了。别拉错了，别拉错了，你拉的有点。啊，我往回拉。有点危险啊！看着有球雨的血。我操！他妈，他要他每一次到最后都弄死我一回。还有后遗症呢？哦，没有。没有。我头一次死，没有。我先拉着怪呢，你们小心点吧。我加口血。你给人粉，没事。我换掉落装，有点脆。浪花，把队长给我，一会儿我组他们，然后你数箱子。对。被打木头了。不要爆了。我操！我跑，把我身边的小怪都打了。你开个盾呢？我开了。好，小心大雷了。好，
又削鱼尾刀，又削鱼尾刀。属相的，属相的，把他们人组成属相的。都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一进两进。退队伍。退队伍。退队伍。好嘞。对了。尾刀，尾刀行了哈。哇，这不少啊。野秋雨，别动，别动。站站金点。你们都没看着吗？怎么赌的？我敢打这个。打我，别打我。让阿山王别动，山王看着看着别人偷香的一个进队伍。好了好了，都进来了。一个两个五个六个三个现在属红四个五个几个进箱子。我还等着去那个隐藏点呢。六个金箱子，几个？六个金箱子，我叫的七个呢。一人站一个。叶秋雨别动了，你站你金箱子边上吧。行，我站这边。啊，我站个有红的吧。你先。我左站那儿。数是七个。啊，这我站这儿。这仨箱都是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左左没有金箱子，左左不要站。哎妈！去啊！啊，等我吧，我去，我回家一会儿吃完饭，休息一会儿我就过去了。胖哥。啊，好了。射不准，胖哥。有我。叶秋雨，这是前三，前这左左一斤两蓝是吧？左左停手。谁开箱子呢？左左，他不说了吗？有人开箱子，有左左的。开箱子，左左在开金。右边的门口谁去守一下？左左是一斤两，每人一斤两蓝嘛。左左有一斤。胖哥，先守好了门，没有开箱子的先守门，好吧，不要乱转了。仔细幸运。蓝色的。操，没他妈别换幸运装，我刚才断了一下啊。红的还有我的，一斤先开一斤两蓝，我开了一蓝了。你妈个把没有？我就问一下，浪花红箱子有我的吗？我开了一斤啊，开两蓝的。等我一斤还没开完呢，刚才换幸运装了。啊，我也换幸运装。我站脚上这个红的。胖哥已经开完了啊，我再开一个蓝，开两个蓝。开完看门啊！家上哪了？上马了，操！第一个栏开完，开第二个栏。你妈伺候猫！要包绿卷。一进两栏开完了，一进两栏开完了。啊，浪花你不开红啊？你开个红吧，浪花。浪花不知道干嘛呢，录屏了，来回转呢。练功小爷，250的话，一般里头没开上东西，烟圈，没开有货吗？没货呀。游歪歪。啊，我闪退，马特闪退。对对对，他们没有红的呢。马特有一个红，两个蓝。我来这一腿了。一个红，保佑我出点东西。走你！啊，一壶一个。哎，啥也没有。把马特的刨出去。老花，你把马特的刨出去。那边还有一个，还有好几个红的。我来个幸运。来个好的。走你！啊，啥也没有。
天不上，梦回来吧。我记得一瓶土蜉蝣。我连五万都没有。你怎么这钱袋还喝吗？喝呀、啊，一次性小，品没用，喝。那个红箱子是马特的是吧？啊、嗯，这个我手借了，喝喝，这钱袋儿我这还站着一个呢。还有一个小屋里没了哈，这都喝了，两个，我开了这红箱子啊，没，那是马特的，你别给开了，那边对过还有一个呢，有两个红，啊。哎，马特开了一个，屋子里没有了，外边剩个红。兰花，你开吧，这红箱。我开个蓝，你敢拉？蓝的我也没了。不开，我就帮你开。坐等。哎，等你，马特还没开完呢，马特还有两蓝没开呢，着什么急？马特还有两篮子，别开了啊，都别开了啊！哎 ，OK， 哎，拼手速了！等会儿，你还没说了，你太着急了，别说了，别说了，他已经开第二个了，我看见了。Go！哟，紫色幸运，开他妈蓝象的紫色幸运，右下，快点，秘密房间还有一间。右下是那个圣灵点的房间是吧？谁阻我一下？哦，阻你，大哥阻我一下，别走，是圣灵点的房间。好了，不是，是那个隐藏 boss 吧？是吧？啊，圣灵点那会儿，圣灵点的嘛。快、啊、摔死快！对啊，我都摔死了。哎，马特，谁退组了？然后我进来。见人就杀呗！哎呀，终于看到一个紫色幸运，虽然什么都没。这里头进去是一个人了。你先点这个，你身体上的剑满了。不，里边是23的在。打出去！我开到一个万年弹玉啊，还不错。你看，他还留了一个人在这站着生灵点，他们太不要脸了。到时候快死了，大哥们，快进来！快进来！他们生灵点不行，还有那个，把生灵点占了。他们没人，咱人这 boss 怎么着？这 boss 还有230多关血。行，我进来了。要不然让 boss 重置一下、啊，要不然咱们开不了箱子。开不了箱子应该。对，不杀他们，咱们开不了箱子，必须杀干净，然后让 boss 脱战。咱打 boss 也不行，打 boss 也不行。箱子也开不了 ，boss 没死之前可以开。拿宝换哪好？啊，现在抢尾刀呗，试试抢呗。刚才不就是你们 boss 没打死之前我进去的吗？我也能开啊。别打你的。对，那抢呗。别打了，听走，为刺客助绕一圈。感觉看 boss 的血量了。我走一层，走一层。打输。好进啊，兄弟们。捡你，玩命的。走快啊！直接清掉。掉地吗？不能地吗？我们不往东走，还捡那些东西。对呀、啊，咱们23的先别动，让那个别动。23的先别动手啊！11:06。哎，没杀过人，我没杀过人，操你妈妈！来，打我，你妈逼！哎，操！别急，还干嘛？操！出啥了？都爆表了！16，能打吗？哎，抢东西去！本命剑能打。红箱子。开蓝的就行，我多抢了吗？我这来个当前无法使用是什么意思？我能使用啊！我灌不了了啊！来，这金箱子来过来，来个人。对他打我，他们打我，他们打架，他们打人了。嗨，三连炮都小。来呀、啊！我来了，打人的，他们打人的。哦。你摁上，哎，对，给我们清了。你摁上。啊，我要开个幸运，紫色幸运。进来，他把咱们清了，他清人的，别先开箱，他清人的。先别开箱，先打人。清人的，清人，跟你说清人，你们还在这开箱子。来。哎呦，我进去。谁救我一下？来，没有，里边没有治疗。
没有没有到手。我重跑，我重跑。我来，我来，我来。就这一个了，完了，你们看。右下角。你看个男的，我要发。哎呀，你给不是幸运。给他们仨人呢，道士呢，给胖哥拉起来呀。我到了吗？还剩这一个，在路上一个吧。道士没进来是吧？道士一个都没来。左左左左不在里头吗？没有。一个墓碑也没事。你给他拉起来，没有箱子了。他们在外面守着，他们在外面守着。给他留一个。进不去了，进不去了，进不去了。啊，出来我出来，我复活了。他们在外面打起来，在我们外面打起来，你们赶快出来。走走走，打他们。再往前走。我开什么？我开杀戮是吧？开杀戮，是他们先动手的吧？对对对，他们先动手的。在哪？我这一个区的，我就开杀戮打了。你打哪儿？是他们先打的我。是他们先打的，对。他们全变子名，我这边录的像呢，打就行了。哦。是是是。对对对，那就不能罐子了。啊，轻他们就行了。没有录屏，没事。我有录屏，我有录屏。可以查记录。你看你打光了啊！我操你娘的！我先截图记录。去别的点，操，一个点都不让他们碰。这留五个人，这儿留五人，进来一小傻逼，进来一小傻逼，五个，打死他！电都打了吧？行了，有这装备还打不了，八百万属性攻击减点还打不了。我操！我一个技能他死血了都。都会不是我的味道。妈的，这一群二三的，马上回去告状了，我操！告状了，你告呗。告呗，操！我这边录的屏，你先动手，还给我整死了，那不好意思了。那你能做这个？我们知道不知道？我操！我们看到了。哎，你们这留五个人啊！我去抢别的点。走，马特。右上。右上看一眼。然后呢？你去右上，右上。我也去右上了。点那个了。来个道士啊！对方点满，点木头点上，木头点上点满，点破开。啊，咋一？这里还能飞呀、啊？还能骑马呢，神奇吧？神奇。地图太大了。乐雨城在上面有人吗？就一个小号。打掉。OK。他妈太黑了，没他妈衣服都黑。打死了！来看看他们有没有别的点儿，给他把点全给清了。操你妈！右上来两来个点儿，一个点儿造五个人，他们战力不够。右上来个人站点。来了，右上来，右上来，右上来的。他们来了吗？没有，右上我们五个人先退队伍组队吧。不用退，不用退，十五。别退，先别退，先看看。十五人先别退，十五人组也是共享的。哦，你们先打，把他们找出来。把那帮人找出来，咱几个马特，咱几个再来个道士，站在这儿不动了。别动桃啊！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啊，别动桃，别动桃。电灯哥、于大爷、我，还有你，对，再来个道士就可以不动了。打谁呢？你打我干嘛呀？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哎呀，是我的伪道。走走走走，落一层，不跟他们抢，不是他们。我知道，我想让他们打我。右上我们有那个吗？我们有那个道士吗？右上没有，没有道士。右上来一次道士啊，来个道士。不敢打了。哎，这些个二十几发就是好兄弟在一块玩的游戏，没有意思。这个十四的为嘛要打我？打他，打你你就打他。这打你还跟他客气，操！他还不走，我说劝走，劝走，劝走。我给他打个字儿，我告诉他。左下没去人吗？左下刚才没去人，看看吗？走了，我再上左下看看去。有原来有人在左下跑呢，我看。应该说不了话。我们这就仨人了啊。没事。没事。我三王呢？行了，其他两个点都是那个东京的，操他妈的！啊，行了行了，他们应该是上别地方去了。要不退出做任务去吧，干嘛去了？是吧，山王。啊，来呀，来右上。右上是吧？啊，右上没有道士。右下也没道士了，
这不左左两个道士吗？里面现在，嗯，左左不也在吗？左左在右下吗？他先打的谁？胖哥吗？先打了我。胖哥。啊，对，先打了我。他一看你等级低，然后想给你两下。啊，给我整死了。结果一帮人给我整死了。结果摸错人了。然后呢？有二十万了。你二十万能买吗？干嘛？两只龙龙啊！一个二只大黄羊，剑走八剑，八剑，你拿骨头把那个镜头提上了，八把十二把。等你们出之前，你们应该挂得住吧？三次不足，快给你点 SS 走。挂得住没问题。那我先去找龙龙。我也想去找龙龙。哎，那个任务别着急，那个任务早晚都能做啊！我就随缘，每天我都随缘。完了，右上右上右下都人满了。右下少一个人。我去了。骆雨城，我去厕所。我拿那个，你放。喊名占地儿。他。疯了，没得喝。我比你那还好。啊，我就问问你嘛。郑超没理由动手呢，他打我，我操！啊，那就好办了。哎哎，老花回来，老花，没事。老花，他爱干嘛干嘛吧，老花。那个我要下了，我要回家吃饭了。你在这块儿吧，你们在这块儿吧，正好五个人。骆雨辰一会儿就过来。嗯。我回家吃饭了，我下了。我操他妈，你吃没个了？能玩吧？好。就开始得绕圈了，绕到你那个技能回来。肯定鸡巴气死了，我操！你干啊？你妈被打了！主要他打的那个字体不对，他打的是英文，他要打中文可能也就没那么多事儿。字儿打的不对，就不愿意打。我操！这你妈生完相当于没生呢，你假那么牛逼呢？假有点溜不起。嗯，对，你看那个 KR 风暴的那个掌门，他说嘛了？你看，为什么你们在统治中杀死我？在哪说的？大群里面吗？我这边。他在门派里。群里面，我门派里面说的。谁理他呀？咱没理他，咱又没杀死他。我杀了。没看到。你不他没他你杀他也没在你那门派里头啊，他没在你那门派里头发，你管他那个去，理都不理他。过来一个技能就给没了，我想停手来不及。这帮老外坏极了，知道吧？等会儿啊，行，我下了，你们玩吧。一二三，下了，拜拜。好嘞，兄弟，拜拜，拜拜，再见。打完这次生灵，就出去做那个业务去，还有个业务没做完。完差不多了，害怕。打反正这边，妈空个地儿吧。不用拿宝宝姐，你宝宝直接就给你宝宝标号。我们先掉线。没错，英雄。好好捡武力魔石打那嘛，哎，没有红核心哈，咱们没出过，没今天没出呢。哎，那两人准捡去。就昨天我出了一个，我操，这那有史以来的这就出过那么一个那玩意儿。你还有史了？啊，有史以来嘛。啊，我那个有史都没有。主要吃的少，再吃点就来了。高级精灵宝牌。哎，别动啊！拿宝宝把你那嘛捡过来。善灵丸。只能人换啊，对，只能人换。你人身上换个。我看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蓝装。对，就上。倒到那儿就行，别往那边倒了，也怪了。生命精华。倒不到了。四五六七八九十个。有劲儿就行，这不是个门儿吗？十件儿。让你换哪个？哎呀，更给我狼装。别打死，挨不惨。
三角臂，想要哪？有滑稽。我操！这又来了，又动手了。我操！我都要死了。还是那个点儿。右上。来来来。来一群人，我死了，我没放大招，忘了。来几个人，右上支援一下。来了一群。来了。还砍没打我？他们把我打死了，因为你没杀他呀。于大人也死了，你们死了三个了。视频录好了没有？视频录好了没有？我们没有视频呢。我他们来了那么多人。来来来，没打。带来来来，他们来了，带人，带带陆平的过去。带陆平的过去，先别打，让他们打咱们。靠他们走了，他们都跑了。我给你们截个图啊，我给截个图，我给你发在那群里。他们都走了吗？把邮件截图，邮件截图。你看他把我杀死了。等会儿，等会儿，别动啊。行了，我也被打死了，我有视频，可以打。然后我给截个图。我先去救人呢。两千亿可以打了，两千亿可以打了。还有谁在挂机的？给踢出去！不参战的给踢出去！把叶秀鱼给他拉下来。那么长。等会儿咱们在右下这个小房间先集合，一个人一个人去送死。啊，我先去把我的包捡回来。先集合。有来复活的吗？有没有复活？蔡子，这个左左上来复活一下。闪王没有复活的，不行，闪王复活了。没有了，我活了。左左，不是，你把我的包捡回来，这个太多了。你包里有嘛呀？不行，我帮你捡吧。别别别！又拿两个人头，哪里？拿一半。在哪里？我来了，跟我走。是上完吗？上完不是复活了吗？已经。没多少。再打架，需要奶。哪个位置？哪个位置？告诉我一下。哪里打架？右上生灵点往。一百二没人了，已经把他们打走了。已经走了。一百二被我打死，一百二被我打死。已经打死了，马上打死了。他没有打我吧？挺合影。这边来了，又来了。你是清玄的，不好打你。对。把马特拉起来。奶妈救一下，奶妈救一下。哎呀，完了，鼠标没电了，绝了！拉我一把，往回走，山王。你别打了，没技能了。你别打了，咱现在能占便宜，你先别动手，知道吧？你让，他不是跟他不是一个服的人，这样好说，知道？我又打死一个。不要怕，我有陆平，他先动手打我的。我打死俩哟！左左拉我一把，我打了四个，走了，跟他们打，一个技能都带死俩。黑哎，首长，去首长那屋，找他们打。哎，这个人不要打，四的不要打。啊，没打，他们一定去跑首长。走去首长房。首长是哪？右左下那个小房间。我被打六万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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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一存陆过没看见回头陆一存开上了我靠这把哦这他妈的打陆一存问题不大二十三秒了先那个我找个地方挂一下机我整理一下视频还去右上吧，上零点不用你，咱们等那个
结束以后再整，因为结束以后才会有那个通报。你要第一时间去整，你不要被等着被人家投诉了过后你再去整。嗯，时间是先手，也是先手，是吧？你优先去投诉。为什么有恶人先告状这一说呢？对吧？对，你不要让人家恶人告状。打他，吃完了，打他，叶秋雨回来。他在躲我。这个点儿不好动手，知道吧？这点儿跟他这边。收个人头。OK， 我再我发声零点，你们那个一下，我先占个位，帮你们，我去整理一下视频，把视频整理好。走吧。右上手机的话。三王。走一回。我掏卡去，我一起走，右上。啊，右上，来五个人，来个道士啊。第一分钟拿过。先，我还有四条命。那个、守着不让他复活吗？嗯。我还有四条命。如果这个人他一直不复活的话，证明他已经没有无效文件。我操，我后面这个是无效文件。没关系，我有一会儿我把视频。我这个是我走到过道上他就打我的。我也是，我走到那台阶上他打我的。一会儿你去截我。等一会儿我把这个视频重新那个一下。无效文件，妈的不知道怎么回事。